菊宝，菊宝，哎，菊宝来，过来吧，进来吧，来，进来。这是圣母猫呢？别上来就欺负母猫，我说是上公猫呢，快走，菊宝，菊宝，来来来来。公猫的厕所好，你是激起民愤了。你看，好几个庞然大物在等着你，快走！哎呀，多亲切！你咋上那屋了？那屋黑，还没开灯。过来呀，亮哥帅女不是，帅哥靓女都在这屋，好看呐，那是老公，至少是个前男友。怎么的？谁动手打他呢？给大帅打的，你瞅着，屁股都打落地了。咦！我去，见到胖虎了，还滑了一下步。哎呀，灿灿，你看那谁来了？谁来看你来了？是不，好几天没见，甚是想念。是你的菊宝弟弟。哟，偶像，偶像，哎呀，偶像真乖，你在这呢。哎呀，回去别舔我胳膊，不知道以为我遇到青蛇了呢，这个蛇信子，凉飕飕的。哎呀，好看！你怎么还主动去舔？不是，主动去闻菊宝去了？哎呀，灿灿，哎呦我去！今天要三个一起打呀？平常都是两个的。咦，你瞅好看，这还扒拉外顺着尾巴玩儿？哎呀，你以为那是老头乐呢？老太太也能挠啊！耶，今天菊宝上来过分安静了吧？哎呦我去！你是不是从大帅身上趟过去的？你说大帅都气坏了。为什么大帅要主动动手？你平常和他积了多少怨？英俊家的呀，英俊！哎呀，英俊，胖虎，交叉换位，你瞅瞅他俩，小菊宝吓跑了。大帅块头大呀，小菊宝撼动不了他。哎呦，是不是很烦菊宝啊？哎呦，没办法，菊宝也是咱们这个家族的一个成员了啊。你就让着他点儿啊，咱已经身居长公主了。你俩又打上了？这菊宝，你是到底儿和谁能打长一点呢？那个手啊，欠欠的，这个够一下，那个够一下的，应该给你整一堆苍蝇蚊子，给你关一个小屋里，然后你和他们打，你看你能打过来不？你看给，你看英俊刚想爬杆儿，他毕竟是猴子学院爬杆专业，结果还没爬到上面。就被你轰下来了，呦呦呦呦呦呦！你瞅瞅瞅瞅，要是你是风儿，我是沙的，追呀追呀的，你怎么能够突然就趴在窝里就安静下来了呢？你不应该一直充满活力吗？